万一我要是敢了，你不得给大喵找个后妈呀？那你亲爸都成后爸了，我不能容忍。亲们们，我二胎还有2个多月就到预产期了，现在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棘手的问题。妈妈，我爱你。他这娃可爱吧？臀位，当时一胎连顺产的机会都没有，直接剖。我本来以为这二胎铁定也得剖了，但是看好多互联网小姐妹说也可以尝试一下一剖二顺，这给我整的又心动了。我看别人都是求着剖啊，你还主动要求顺，那可能因为他们没经历过剖腹产。我是对那什么产后下床还有压肚子有深深的阴影了。我看那些顺产都挺香的呀，虽然生前可能痛苦了一点，那生完之后嗷嗷走路带风，跟没生人一样。巴基普呀，我这健脑的妇幼肯定不支持这么操作，所以我今天花大价钱约了一个市里的高端私立医院专家主任给我评估一下，如果有希望咱就转院啊，就是生孩子有点贵，咱也得准备10万吧。这么好，赶紧洗把脸收拾一下准备出门。我这怀孕期间皮肤可容易敏感，所以护肤啊都是以补水修护为主，最近很爱这套百雀羚水嫩背线套装，这百年国货大品牌，有口碑保障，用着也放心。他家主打的就是科技加草本结合的中式研发思路，补水保湿加修护，简单高效。这套不仅添加了补水智慧因子啊，还有自研锁水科技，就能让皮肤喝饱水的同时牢牢锁住水分不流失。另外还添加了油橄榄修护红红肌肤，真的很温和，而且你看它的质地也很好推开，很容易就吸收了，这个上脸真的清爽又滋润。我这小脸最近确实水润了不少啊，尽管孕晚期睡眠不太好，但还是水润透亮，状态稳定。我觉得白雀羚功不可没。怪不得我说你这小脸捏得越来越嫩了，我也抹点啊。你走吧。不走，我要去公园。又去公园找女朋友？这爱车跟谁一起玩呀？跟小朋友玩。哎呀，有几个？8个。哦，你先去吧。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现在越临近预产期吧，我就越紧张。我咋听人说二剖比一剖疼100倍？这不要我小命吗？这不，没事，别紧张，我陪产。我现在真的很好奇顺产到底啥感觉，那什么开指了、宫缩了，我都不知道是啥。到达目的地，美中宜和，熟悉不？听说有钱人都来这生孩子啊。嗯，进去看看。哎呀，这小环境不错呀。我扫了一圈，全是大腕在这生的。那你看，有钱真好是吧？要不现在就转院吧？哎呀，这小环境我相中了。那有兴趣啊？那公立等的时候都没地儿坐。那你就这样生吧。戴上手环，等待叫号。刚刚做了个 B 超，人家说小老二手正抱着脚啃呢，然后现在是头位，脐带也没有绕颈，比预计的大5天。他妹妹胎动是挺猛啊，就是胎心低134，大喵生那会儿都比他高。姐妹们，我检查完了啊，主任的话又给了我希望，他说我到时候可以试着顺一下，因为我一胎那会儿也不是因为就生不下来剖的嘛，就有希望，反正就是37周还得再来做一个检查，看一下上次那个剖腹产疤痕的厚度符不符合条件，才能最终确定。胎儿还得7斤以内呀、啊？还得保证一直是头位啊，不能再是臀位或者什么横位了。你说这顺产对我来说咋变成一件这么奢侈的事了？但是我看其他孕妈是不是都喜欢剖呀？我更喜欢顺，就算最后全部都符合条件，我还得过来办理转院转档案，反正就没那么轻松。这个医院离我家开车还单程1个小时，就挺麻烦的还。然后还有风险，万一我要是有啥意外嘎了，这男的过2年不得再找一个？至于啊？大喵不得来个后妈，这不得变成后爸了？你说我怎么放心啊？我说的有点夸张了啊！我再想想吧，我